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妹妹背着洋娃娃走到花园来看花，娃娃哭了，叫妈妈。娃娃为什么会哭？娃娃不会哭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为什么娃娃哭了之后，树上的小鸟笑他？以那首歌的原意来说的话，应该是在那棵树下可能埋藏着他的母亲，然后那个娃娃的母亲就在树下，所以妹妹背着洋娃娃的时候靠近那棵树下之后，那个洋娃娃回到了原本那个地方，所以他就哭了。然后哭了之后，树上的小鸟在笑他。那为什么洋娃娃会哭呢？应该是那个洋娃娃是用人做出来的，可能是用人的皮啊之类的东西。所以故事是这样子：从前有个美好的家庭，爸爸杀了妈妈，然后把妈妈埋在树下，之后又把小女孩给杀了，之后把她做成洋娃娃。某天有个小女孩捡到了这个洋娃娃，就把她带了回家。然后有一天意外，她就把那个洋娃娃带到那个公园，带到那棵树下。之后那个洋娃娃就哭了，因为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她妈妈。等到天荒地老，Green Mario 是没有人知道 Luigi 名字的。哦哦哦哦，Green Mario， 莫西莫西。嗯，为什么动不了？哦哦，动得了了。刚刚是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没有给我看那个进场动画？要看到我可爱的焦阿卡？光是听声音就知道你在这了。回哪啊？去哪呢？起来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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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逃过我儿子的手掌心？Pretty girl.
Here you are. 来，跟我走。有一个准备好给你的神秘地下室。Surprise! 不要动！同学上课咯，怎么还没出现呢？同学，Where are you？ 听到钟声了吗？上课钟。这边那么大，我要怎么找你？哦，翻译哦。想跑？2000分。